阵子本来想要就一起去阿里山露营，然后结果因为现在露营太热门了，被我找到一个在阳明山上的美国度假村。这里以前都是美军宿舍，可它现在改得很棒，平日一到四好像超便宜，一栋才9800可以住8个人，然后周末的话大概是12800到19800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16个人，然后包栋住2间。哎，他今天很可怜，你说说你怎么了？我今天穿了一个长裙，然后在镜子里面走，然后男朋友就说这太夸张了，然后又穿回裤子，就一来他全部穿。Liking for you is all I need。 这边我们租了一个泳池，然后这个租这个好像600块吧。耶！快走了，快走了，就看然后我带你们走进来看，我们今天住的是512跟514，然后512是这一间，514是隔壁的，这样，一间在这里，第二间在这里，哇，你要帮我导览一下，哎，这间好大哦，哎，很酷哎，这里，这间很棒，怎么有铁板烧？然后这里还有个长桌。哦，这里已经是一个房间了。哇！哦，采光好好哦。这里，哦，也很大。然后浴室在哪？哎，这间是有浴缸的吗？还是有浴缸。哦，蛮可爱的。哎，房间都超级大哎，这里好有度假感哦。这里超棒的。嗯，这里还有篮球场，然后这里有个大草坪。跟他近应该有。这里有那个溜滑梯在这边。超级可爱。看这样子。这边在讨论当兵的事。哦 ，OK， 看男人嘛，无法无天，当兵才能讨论。我觉得西蒙最好。哎哎，哇！这还分下队了，本来就不想留在里面了。哎，看你这队来的，走。进。哦。可以。拔一点高一点。好啊！好啊！好啊！丢给我，丢给我！哎，你手掉到旁边去！哇！哎，捞去哪？哎呀！一万！就是游泳啊，摔翻了。是，这是怎样一个荒唐的情况？现在外面在烤肉，里面在玩游戏，这边在玩小的，这个是我带来的。然后在故意，这边是铁板烧组合，好像有模有样的。这会不会是最好吃的一道？很妙，它温度有上升吗？啊，有上升呢。开，哦，好像很厉害哦。哦，声音。那你要那个开盖吗？还是打？好。哦。然我最爱吃的就是羊排的骨头，中强哦，不配，好强哦！
来铁板烧师傅的感想是什么？好热，好热。去，耶，去，不要走，不要去。他们现在好好笑。哇，西蒙遥遥领先嘞，180。摩甘娜是坏人，他会知道坏人是谁，但他会不知道哪个是摩甘娜。哦，我是好人。我开始了，所有人拳头比出来，来，如果你是坏人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把你眼睛打开，你会看到包含你自己三个坏人，确认彼此的身份。坏人眼睛闭上，手手继续举着。坏人眼睛闭上，手指头继续举着。好，你是梅林。你是美女，把你眼睛打开。此时你会看到三根手指头。此时你会看到三根手指头。哦，少看一个，多看一个。我没有啊。为什么我会在这时候射你头？昨天我们大概玩到两三点吧，超青春的。今天天气超级好，我们想说都在阳明山上了，应该可以去看个绣球花。好好在干嘛？在遛小孩。怎么这么 Q？ 哦，顺便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餐厅。这个餐厅是你如果来用餐也可以的，所以我看下午蛮多人是来这边吃下午茶，然后顺便在草地玩拍拍照什么，就不住在这边也可以进来。今天天气真的超好的。这是什么一个场景？你来跟大家说，要怎么走才对，才不会走错路。就是你这样开上来，左边会有一个停车一次150的那个，你就从那个一直下来，对，然后一直走，你就不要怀疑，就是那个路看起来很像会迷路，很像下山，对，然后哦，你会先经过一个一次100的，嗯，对，但不是那个，对，你要继续走。很中肯，不要怀疑，开下去，对，继续开下去，哎，你就会看到有一个阿姨跟高家秀说话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里。很美耶，很多花。可怜点名哦。好有爱，是怎样？好 Q， 你有一个很棒的坐骑，对不对呀？要这个，要这样。他直接帮你换造型了。今然后把牙齿碰牙齿。对，我对了，你不要动了，亲啦，拿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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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来，舌头，牙齿碰牙齿，舌头，喉咙碰喉咙。拿高一点，不要一点，再下来一点啦。牙龈碰牙龈。你很笨的，去吧，去。